一小兵打他，别挨着了，都没闪。地魔队友能杀的。 这药有什么意义啊？放个疾跑。我闻到的是恐惧吗？ 省不了点火，跑得贼快，啥呀？反应得过来吗？ 这样连招，确保每个人都不会跑。 真的假的呀？他还想跟我操作，我也是醉了。OK， 很脆，这地魔特别脆的。 卡特不怕对面优势大，怕对面出肉，输出再高我也能杀的。还在那看你很肉吗？ 这魔队友能杀的，杀进魔这卡买跑了，一个人翻盘了呀，这把差不多。
这种线可以给他换血的。别急，不喝药是吧 ？A E A， 不喝药是吧？爽不爽？他就打个 Q A， 什么都没打出来。丢着。敢拿被动不？不敢拿是吧 ？E A 你上，敢拿不 ？Q A E， 完了 ，E A， 我想打个 A E A 的，没打出来。谁开的？打了不闪，打不血量。没大也能杀，这不行啊！怎么烫的这么慢呀、啊？这点火啊！又乱掉技能，又没血了，又被瞎子打一套 Q。他没伤害杀瞎子的，他没点火，还拍 Q 一下，拍个自己把自己拍没血了，出门直接看怎么着啊！一打不了全走，再开大一个 Q。像野狗一样的轻松啊！绝不公平行事。猴子呢？追不到了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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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也没用啊。谁的那假我呀？哎呦，你干嘛？哎呦，你干嘛呀？
进去。哇，600滴血啊 ！OK， 收工。打号的可以私信主播。